国姓莱尔富，现在正中午哦，正中午的136应该没什么车吧？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条，那就骑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大家台中这条路有什么好玩的。136，这么陡、哦，顺顺骑就好了，因为不熟。OK， 后照镜调好了。可是这边是住宅区，这边应该不是配的地方吧？骑这条136去台中啊，我今天晚上住台中，15况是还蛮平的。那好玩吗？目前，还没什么感觉。像有点那么回事哦。哦，啊，是说都没车呢？怎么运气这么好？哎，有一点好玩，但是怎么讲呢？可能是我路不熟吧，不敢太早补油。哦，这个也是出现事实哦。各大知名山道都是出现事实啊。地公在特殊哦，那应该就是这条了哦。有看到跑山的啦，欸，很乖耶，怎么会那么乖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们北部人太凶了吗？人家骑进站怎么那么乖？连续弯路20公里，哦，玩这个是不是？哦，什么车啊？讲哎，就我觉得是一条骑起来蛮安全的路，因为它难度没有很高哎，真的跟七乙还有北乙比起来，
传动应该烧了，你看卡住了，然后现在传动一直在抖。哎，该在那边烧掉了。想说转速为什么一直拉不上去？路线是这种风格的，喂，我已经又骑了十几公里了，就我觉得应该是我传动挂，所以骑起来没办法那么快，然后就觉得还好，我传动真的挂了。再一公里就太平了，都没车哎、而且其实136它的路口并不多，所以你只要好好的跑在自己的线上，它也很难外抛啊。它这种弯都是我不会骑弄，这个你看它其实棒棒糖射的不多，代表这边应该出事的主要都不是外抛吧。139会很常出车祸吗、哦、我没有去注意这个、欸、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它骑起来算比较安全的路吧。还是我骑得太保守，从刚才骑到现在都一路是上坡哎、欸，往太平方向都是上坡嘛，所以真正在玩的是从太平下山哦、喔，可是我没有要从太平回去哎、欸。哦，这个弯有点危险哦，真的，这个弯真的很危险。对嘛，我还是。还是会骑车的吧，哪里危险我还是知道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很多人呢，是大家都在这里集合哦。这里就跟我们台七那个最上面顶点是一样的嘛。哦，还是从这里才开始，好像是从这里才开始哦。干下坡呢？哦，刚才那是暖身呐、啊，我他妈的发科哦，这里就真的危险了。哦，这真的危险哦。哦，我在看那个棒棒糖哦，妈哦。这跟七乙很像啊，地上这个是在画三角，看不懂啊，一直画直角哦，真的有直角呢，哎呀，
棒棒糖压好压满没有修的呢，七乙修很快呢。哦，台中市政府那母汤哦，哎呀，还是自律被压坏了，哎呀。哦，哎，真的全倒哎，好屌哦！哈哈哈。哦，原来136好玩在这里啦。哦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危险。喵啊，各位，哎呀。哦，真的是，哎，我还没把我的避震调好，我就这样骑了，啊，管他的 ，RV 啊 ，RV 啊 ，RV， 哎呀，哎哎哎呀，哦，记得这个，他马上说很急，是不是？真的很急，哦，这个也是呢。哦，哦，啊，这里真的是棒棒糖压好压满，哇，全断，屌的，哦，那这样子，它这个长度，而且好像没有测速照相的样子哦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半支测速照相的样子。哎呦，它这个高度变化很大呢，哦，这个真的我觉得比七乙再危险一点。七乙比较像怎么讲，它比较像它的坡度变化没那么大，它不会在弯中有太大的坡度变化，可是136这里的弯中就是它会你一边路弯，然后一边会有很陡的坡度，像这样子嘛，然后就外抛了。真的，这也棒棒糖太屌了。哦，这大家就知道哦，其实哦，警察先生，好、哦，慢慢，车祸是不是？车祸是不是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就一台警察停在那里。啊，就一台警察，还是他抛锚了？阿仔，好啦，我们继续玩，干，管他的。啊，坏掉了啦，要脱掉了啦，抛锚啊，跟我一样嘛，哦，引擎灯嘛，这边的弯都很急耶，哦，136不好跑，嗯，136不好跑，哎，今天有追焦啊，我干，多久没磨中柱了？多久没磨中柱了？哦，有录到我刚那个甩，哦，哎，那个真的不是我路线问题，是那边真的太陡了，它直接咬到我车底耶！哦，干136不好跑，哦，136不好跑，精彩的，对嘛，这才是跑山嘛，刚才都没车，不好玩。136，我不熟啊，路线。喂啊，可是这个长度真的很好玩，它长度比七，哎，一台哦，再见，哦，新鲜的，你看。传动挂，而且卡在这边，转速拉不上去，然后车一直抖。我的完工。
哎，哦，真的是棒棒糖没有完整的呢。刚好 ABS 灯在作动，我 ABS 灯怎么了？刚 ABS 在跟我闹脾气哦！等，先停一下。最近有时候会这样，就是骑到一半 ABS 灯就亮了，然后，你刚刚又好了，对啊，哦，热，哎呦，哎，哎呦。136如果这样子骑起来有50几公里耶，我很爽呢，可以一路骑到台中哎。好啦，这边就是有住人哦，这边慢一点，应该结束了吧？应该玩的差不多了吧？啊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了啦，没有了吧？对吧？我也不知道，第一次来，我这里也可以抛哦，真的很屌，终于有测速照相了，是不是？我好兴奋啊！刚才都没看到半只，快来一只测速照相啊！为什么神盾没有叫？神盾，你没有记这只哦？还是那只是虚假的幻影，根本没有？我觉得应该是假的。三流应该结束了啦，好玩，真的好玩，但是我觉得很危险，那个路线真的很危险，难怪棒棒糖没有好的。欸，这里也可以，这太夸张了，这里就不应该吹油了啊。好啦，我刚才在136这边休息一下哦，这边其实真的蛮多人会来跑136在这里休息啊，来去台中嘎波嘎波。我今天应该不会想要再跑行程了，我觉得今天车子的事情弄得我心有点累了，我要好好的先休息一下，洗个澡，晚上跟朋友聊一聊，聚一聚，好不好？那我就骑136直接到台中啦，去嘎波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今天晚上不会再出来了啦，今天心有点累啊，这趟旅程真的，是很难忘的回忆。